大家好，大家好，非遗武术由你讲嘅时间又到啦，李师傅你好，系陆会长你好 ，OK， 咁啊，我哋咧就今日咧，因为都问题，虽然我哋嗰个全影片都已经系播完噶啦，系，咁但系咧好多朋友咧佢都系有啲问题问，可能因为而家疫情原因，大家都系喺屋企时间比较多啲，咁啊所以啲问题都唔少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整理咗几题啦，咁啊嗱，我就一题啦，呢个朋友就问啦，李师傅啊。在目前你認為呢目前疫情之下呢疫情之下呢練武術可以起到什麼積極作用呢現在疫情之下呢練武術首先能夠強健身體啦、對抗這個疾病先啦另外呢其實很多人在家裡是很悶的沒什麼寄託的你可以練下功夫呢將我的精神呢有多少寄託譬如我們看回我們的影片、留意下我們的次序、或者整體又好分段也好咁變咗咧，你可以喺生活上咧比較豐富啲，有啲寄託。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定下一個目標，我要喺一個月或者十日之內咧，將呢個拳咧好認真咁練好佢，咁咪都係好嘅，都係。係因為我哋已經上曬呢個網上啦，係啦，冇錯，好容易睇到嘅。嗯。咁咧，同埋咧，就因為大家多咗家人喺屋企時間相處時間多。咁如果有個練武術，大家可以即係切磋下都可能都唔錯嘅喎。咪多咗親子關係添啊！係啊係啊，咁同埋咧，即係除咗身體好，仲有個心情都會改善嘅，即係起碼有個目標去做嘢啊！如果唔係屋企真係都好悶嘅，真係。係咁，我都覺得係練武術係令到人可以係一種係精神上嘅舒緩啦嚇。OK， 咁啊，希望呢位朋友能夠幫到佢解答到啦。咁嗱，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咧。這個朋友問你話武術咧，將身體分為五體啦，要求就係上下平衡、左右均稱、內外相合。佢問咧呢個有冇具體嘅客觀標準嘅師傅？其實呢個就冇具體嘅規定。點解咧？人有高矮肥瘦，亦都有多少年齡嘅界限。咁你唔能夠將一個十八歲嘅同一個五十歲嘅人比較。咁但係我哋整體咧都係嚟自一個，我哋練功夫咧其實就要求順粹自然。動作自然、身體自然、呼吸自然，從自然中咧，你可以將呢個五體啦，譬如我哋嘅頭先講嘅上下左右咧，係會絕對平衡得到嘅。OK， 咁即係話會唔會咁講？即、就、係、是、你練到一定嘅程度，就自然有呢個咁樣嘅效果出嚟。會，你身體會自動協調啊嘛。譬如呢個動作用力，如果你譬如我左邊用力，右邊唔去調節去輔助咧，你會跌噶嘛，會失平衡噶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身體自然嘅調節嚟嘅。OK， 咁如果內外相合嗰度就應該就又點理解咧？其實內外相合咧就你可以咁理解，即係簡單嚟講嘅。譬如我哋身體嘅動作好靚啊，好優美啊。咁但係你點支配咧，都有個思考去支配嘅。譬如呢個招式呢一錘咧，係要攻打人嘅頭部，好自然你嘅手咧就係能夠向上一啲啦。或者我呢只腳咧係要踢人嘅上下五寸嘅，咁你只腳自然。就會向下踢，你就不會嚟一個高腿嚟踢噶啦嘛。咁所以呢個內外相合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我哋嘅意念點去分配我嘅動作。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如果能夠練得好，可能即係同步得喎。同步。咁所以個思考啊，同我哋動作個協調性咪強咯。所以點解練功夫嘅人身手會靈活啲咧？就係透過呢啲咁嘅情況咧，係鍛鍊出嚟嘅。OK， 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客觀標準就係冇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冇俾你睇，但係問題你已經感覺得到應該，感覺到個人應該感覺到。好，咁啊呢位朋友希望幫到佢啦。咁下一個問題咧就呢個朋友可能對呢、這個對我哋嘅即係睇咗資料之後咧有個咁嘅問題啦。佢話咧就五虎南下咧係邊幾位前輩咧？仲想知道佢哋所屬嘅門派係乜嘢嘅，師傅？可能佢哋都有睇過我哋嘅電子書啊。咁我哋咪提及到我哋錦德海師公當時嚟香港嚟我哋廣東教功夫嗰時咧，咁啊叫做五虎南下。咁其實五虎南下咧就係中央國術館咧委派咗五個
正式武林高手啊，咁啊嚟到我哋廣東省咧，係協助咧推廣呢個武術運動嘅。咁呢五位武術名家啦，咁啊包括有錦德海啦，咁佢教嘅功夫咧就係大聖劈掛門。冇錯。咁跟住咧有萬麗星老師啦，佢教嘅功夫咧就係自然門。自然門。咁亦都有顧宇章老師咧，佢教嘅功夫就係北少林。北少林。咁啊，另外咧就係有傅振松老師咧，佢係八卦掌，麥家拳嘅八卦掌。咁另外一個最後一位咧，就係黃少洲老師咧，就係教呢個茶拳嘅。哦，呢位咁呢幾位師傅有冇嚟過香港啊？嗱，除咗錦德海老師之外啦，咁傅振松老師同埋顧宇章老師咧，都曾經嚟過香港教功夫嘅。OK， 咁啊，唯獨是我哋你嘅師公就留咗香港，係啦，發展咗呢個大聖劈掛門，開花結果啦。OK， 咁啊，呢期咧我哋都知道咧，呢個中央國術館咧，其實對近代武術嘅發展咧起咗好大嘅作用，好大作用。係啊，咁啊，呢個都係我哋要，好似國術呢一個名稱咧，都係由呢度開始嘅。係啊，當時因為即係推翻咗滿清嘅王朝之後咧，咁要一個強文強種，所以我哋有國學啦，我哋中國文學叫國學啦，我哋嘅醫術叫國醫啦。我哋嘅畫叫國畫啦，咁我哋重新健體嘅武術咧，我都叫國術啦。OK， 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因為疫情嘅原因咧，我哋呢個係8月29日喺中環呢個工作坊咧，亦係被迫要改期嘅。咁啊，我哋遲啲再擇日再舉辦啦。咁啊，希望大家再關注我哋定咗嘅時間，一個9月19日嘅一個喺牛池灣嘅一個工作坊，希望大家都可以關注或者係報名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拜拜。拜拜。